我是阿丹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从法国巴黎要搭 Eurostar 到英国。那我们现在人在巴黎北站，那这一支的影片呢，就是会跟大家分享，怎么样订票，然后如何从巴黎这边呢搭 Eurostar 到伦敦这边去。对，好 ，Go。南美洲，也有点像南美洲啊、土耳其啊这种料理，对，它就是披萨，然后一些饭啊，像是鸡肉美乃滋饭，对，鸡肉美，嗯，的这个薯条虾像什么？你选择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就是看了很久想要吃的东西。然后这边因为是很大的车站，机场。所以这边都要小心一点，就是东西都最好是拿好，不重要的东西不要离身。然后我们点这样子一份是7块钱，然后它这里面有鸡肉没的菜，嗯，如何？很好吗？很好吃，是哦。嗯，就很像纽约餐车那个饭啊，这边就有写哈啦 ，H A L A L， 嗯，我去纽约也是有吃。上次到纽约特别带我去吃这个，哦，那个很好吃，餐车，嗯，那个餐车真的很好吃。那你怎么选那个的？它是菜单是不是都很难看吧？五花八门的。然后嘞？我就指那块肉啊。然后他就帮你用成卷这样子。没有，然后他就再指两个，那面包还是要这个。我就指这个薄皮的，它料很多哎，对啊，超多的，7块钱。然后在这个车站附近啊，如果要找一些吃的啊，不只有外面那边有一些餐厅，它这里吓我一大跳。No problem, no problem， 好好笑。然后它这里就是有一些吃的啊，像咖啡啊、泡啊这种的啊。然后还有那边有一家汉堡饭店，然后要买那个法国的茶也有在旁边那边。大概在出发前2个小时呢，就可以在这个荧幕看板上面看到我们的车子，那就可以对车子的号码在上面它都有显示。然后现在我们是 NIB+1， 看不懂，我们就找 NIB+1 的东西。那边有写个 NIB+1， 这个 NIB+1 这个看起来是走这个手扶梯上去。我们是9043，对哦，这里看起来就比较陡。St. Pancras。这个是 Pancras， 然后要打澳洲之星啊，记得先把这个票印出来，然后还要准备护照，因为我们也是跨国的旅行的，从法国到英国，所以要带护照哦。那我这边就会有一个闸门，像是机场检查护照的。刚刚过那个闸门啊，就是拿我们印出来车票，事先在台湾先印好车票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个barcode。然后再有一个 scan 的地方去扫，扫了之后就可以进来，正常没问题的话。但觉得还是要早点来比较安全、比较保险一点，因为像我们前面就会有人像扫过啊，然后就会很麻烦。如果说是我碰到这种事，我就很怕。你想要过海关的？嗯。要问问题。真的跟出国一样啊。我们就是在出国，刚刚先出了法国的海关，然后再马上要进入了英国的海关。在进英国海关的时候，他就有问，然后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会住在哪里啊？等等之类的问题这样。然后他会看你的回程的机票。对。我们是被问这些。入境英国就是问这些问题。然后我们刚刚的行李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多，然后就全身上下东西，外套啊、围巾啊什么，全部都要上那个行李检查 X 光。对。然后现在是冬天，我们真的很狼狈。因为我穿两件，对，然后我脱到里面这件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你这件不用脱了，不然太冷了。”好笑，好笑。
这里不要马卡龙店，或是闪电泡面店、马格莲店。买了六个马卡龙跟一个饼干和饮料。六个马卡龙15.9。好。我们的班车 boarding 了，然后我们是空号门。他就会说几号的班次，对，然后可以准备上车了这样子，然后会说我们是几号门。走，我们是4号车。它这个在门上就有那个车次，跟我们要停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是4车。哇，这 Eurostar 的那个阶梯很高，所以要拿上来很不容易。然后它上来之后呢，就有一些地方可以放大的行李箱啊。我一直，这个9596吗？哎，好啊，那我把我行李拿过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终于忙碌完了，我们终于搭上了 Eurostar 了。对，一阵的忙碌，那我们就趁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买这个车票。我们就是要来的前几个月就先在网络上订票，然后就是看有便宜的早鸟票的时候就赶快买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如果时间越近的话就会越贵，我们大概买一个人1200左右。那其实买车票流程并不复杂，那主要呢就是记得在出发前要把票给印下来，然后护照带着，这样子。车上很热。好，那我们大概2个多小时之后呢，到了伦敦这个 St. Pancras 的这一站。那这个站也是非常的大，就是很多要去欧洲啊，各个地方都会到这一站来搭车。对。所以有非常多的人，然后这里也有很多的商店可以逛。那哈利波特迷来到这边的话呢，千万也不能错过9/64月台，然后旁边还有一间非常大的哈利波特店哦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对正在计划要搭乘欧洲之星的你是有帮助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搭去的哦。好，那是吉吉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等车。那希望我们的影片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那在 St. Pancras 的旁边呢是 King's Cross 的车站，然后也是这个哈利波特9/64月台的地方。对，那这边有一个卖东西的店。对，都是卖哈利波特东西的。嗯，可以逛，然后要进到那个9/64月台的那个入口，在那边大家都在那边拍，这里有很多酷东西。对，就喜欢哈利波特的人来这里应该会疯狂的想要买。